我们这个碳的水泵把它接上去啊，这个开关接上去，不要隔着玻璃放到太阳外面，这太阳大家可以看到太阳还是比较猛烈的，把水泵放在水里面，然后我们打开这开关按一下啊，然后可以调节高低啊，按一下低一点，再按一下再低一点，再按一下再低一点啊，然后开关关，按一下关开，按一下这就是可以开的。